盘点假日出游搞笑瞬间。你不要靠近他，他以为你会跟他抢食。我操！哥们，快跑！我操！别！还有谁？四面荷花三面柳，一城山色半城古，全城的泉水特别甜，美丽的荷花特别艳，我在美丽的大明湖畔向您问候，早上好。剪头发剪你是来洗头的吗？剪头发
哎呀天！哎，你拍到了吗？没有拍。我这个拍到了，我花絮拍。开心哇哇笑，感谢观看。